年86岁嘅资深艺人谢贤四哥，近年屡传健康转差，令人担心。先系旧年佢出席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台领奖嗰阵，露出歪嘴样兼反应慢半拍，因此被指疑似轻微中风。而上个月更加突然传嚟佢病危嘅消息，真系吓亲唔少人啦。不过四哥不嬲我行我素，非常有性格，面对流言蜚语从来都甚少回应，再加上晚年越嚟越深居简出，大家想知道佢嘅近况都唔容易。下个月四哥就迎嚟87岁嘅生日，日前就有网民喺小西湾偶遇到佢，而身边仲有仔谢霆锋安排嘅工作人员陪伴。由相中可见，当时四哥虽然撑住拐杖行路，但腰板就依然挺得好直。虽然行动稍微慢咗啲，但佢全程都唔使人搀扶。仲有另一张相，四哥喺山顶被女粉丝野生捕获，不嬲好张图文嘅佢更加大方同靓女合照，望落精神状态都非常唔错。祝四哥一切安好。